订定科法工作目标，分别为扮演国法科技制度，盘点国内科研能量，擘画科技发展蓝图，探索未来科技需求，规划先进科技研究，输出我们同学们的创意以及电视专业上的能力。这几年来，我们在国建国造、国际国造都有具体的成果，这要归功于理工学院长期以来培育国防科研人才，提升守护国家的力量。那么，另外我们国防。